跟着火火兔学古诗，闲读古人诗，应看古人意。古诗好难学呀，我不学了。嘿嘿，一点都不难，看看故事就懂了。我们一起看故事学古诗吧。雪啊，这么大的山，连一只鸟都没有，路上也没有半个人影了。咦，那边江上居然有一艘孤舟，还有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渔翁呢。雪这么大，他一个人坐在那儿钓鱼，好像一点儿都不怕冷呢。小朋友们，现在知道这首诗讲了个什么故事吗？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。是一点都不难哦，我都学会了，扫描二维码，我们一起来学吧。